左转。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二个出口。使用出口。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二个出口。使用出口。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三个出口。使用出口。请注意您的时速。使用右边的出口。请注意您的时速。
请注意您的时速。使用右边的出口，前方左转。左转，右转。没事，我会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。
路线计算中。好的，让我们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。
转。左转。
续执行。继续执行。请注意您的时速。靠右，然后右转。右转。靠右，然后右转。右转。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二个出口。
使用出口。靠右，然后右转。右转。我们已安全地来到了。